艺术与潮流遇见 EVA， 中国首展驻场上海静安大悦城，展期8月2日至10月7日，整个大悦城北座五楼已经充满了 EVA 元素。展会进场有一种很新的方式，就非常有动画里地下基地进门的感觉。本次展会的展品包括原画、分镜稿、设定稿、艺术画、大型造景等等。距离上一次 EVA 展已经过去多年，期间上映的剧场版中也是本次展出的重要部分。本次展会的现场悟饭内容超级丰富，联名播放器、设定原画集、剃须衫、雨伞等等实用物品超多。各种美丽的摆件让人目不暇接。注意注意，只有观展完毕的客人才能进去长贩区域，购买数量有限制，